不要。那妈妈脚上开车车。你要开到哪里去啊？爷爷。爸爸，你刚刚在干嘛？打鸡打打？嗯。打鸡。为什么是啊？打鸡打打？为什么？什么耶？耶耶！你要跟你要吃冰淇淋吗？在法兰克福，大概距离一个小时左右车程的一个 outlet， 叫做 Valentine， 很多店，它是有点像一个村庄的。在干什么？爸爸，你要开车车去哪里？嗯，你要开车车去哪里？妹妹。你要去找妹妹啊？哦，你要去找妹妹干嘛？嗯。不要不要。那妈妈脚上开车车，你要开到哪里去啊？爷爷，看到爷爷那里，爷爷在哪里？爷爷在哪里？这是什么？爷爷，那他不是爷爷，那是谁？你要抱抱谁 ？Baby，Baby 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弟弟，叫弟弟呀、啊、，Baby 叫弟弟呀、啊，哪一个弟弟是 Freddy 弟弟吗？弟弟。Freddy 弟弟呀、啊， yeah. 那还有谁？有没有 Lina 弟弟？不是啊，那还有哪一个弟弟？还有弟弟，还是 Nicky 哥哥？ Nicky 哥哥，有 Nicky 哥哥啊。那有没有那妹妹？那妹妹叫什么名字？妹妹叫什么名字？弟弟，妹妹也叫弟弟呀、啊。嗯，这样子哦，你都乱取名字哎。
妈妈记得。这个成绩很好。